老公太红了，很俗气。俗？嗯，不是，口红不都是红的吗？不都这个色儿吗？这老太太们跳广场舞的都……啊，不是，它都是红，它有区别的呀。不是有什么区别？我没看出来区别啊。你没看出来这几个颜色有区别？真没看出来。来，大哥来，你是居然看不出有区别？来试一下，你看这个是有点发小脏橘那种红，红对吧？这种呢叫中国红，就很正很正的红。这不还是红吗？这不红红？那他俩没区别吗？不是红吗？方程，你跟我说实话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瞒你什么了？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其实已经查出来你有色弱或者是色盲，你没告诉我。老婆，我问你啊，那你知道麒麟990和高通骁龙865的区别吗？那你在说什么呀？这都是手机处理器的不同型号。哎，我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我就说你是弱智。那你知道950和747有什么区别吗？那我还真知道，摩托车不同的型号啊。